片都走两小时，一部片都两小时，我只看一半。然后他就说他就算他没有很赞同他们俩在一起，但是他心里一直把他当长辈敬重的，对。然后他，我有听到一个，对啊，我有听到一个撞击声。有。后面吗？前面。他撞那个。那一台车，那一台车撞到机车。走两小时，一部片走两小时，我只看一半。然后他就说他就算他没有很赞同他们俩在一起，但是他心里一直把他当长辈敬重的，对。然后他，我有听到一个，对啊，我有听到一个撞击声。有。后面吗？前面。他撞那个。那一台车撞到机车。